在采收后，你都是说会看今天需要多少量，然后就大概采多少。每一颗凤梨它的成熟的速度会不一样，那我们为了找出每一颗最成熟的凤梨，就是风味最佳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说，哎，每一颗每一颗慢慢的看。所以我们这种方法在采收还是比一般农民会慢一点。一般市面上人家都采青果，很多人都看到黄果很怕，但是一般我们的客户，为什么我的宅配市场很稳定，就是说我的客户这么多年来都吃黄果习惯了，所以说他知道买回去可以放，而且又比人家好吃。凤梨有现在有好多种品种，但是每一种品种不外乎都会有古生果跟肉生果。所谓肉生果呢，你就是它那个果肉就是金黄色透明的，水分很多。那种肉生果呢，它是属于低甜度但是低酸度，所以你一般吃起来会甜，但是水分很多，比较没有凤梨香。那古生果就不一样，古生果的话，我们可以吃到它水分很少，但是果肉比较白。那比较白的话，它吃起来甜甜的，但是会有带有微酸，但是酸的话会回甘。那回甘它就会很浓郁的那凤梨香跟凤梨味。这种东西很主观啊，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吃，我就是喜欢吃甜点的水分很多的。那一般我们宅配的话，只要客人没指定，我们一律都是古生果在出货，因为可以放。可以放，那肉生果的话，它是不耐储存。一般采收，你像四五月高温、很高温的时候，大概起来一般赏味期都两三天。人家都说要大概它采起来它会有水分，然后你放着长它会蒸发，那水分蒸发的话俗称台语讲说消水，啊消水消水之后它凤梨会比较好吃，比较风味才会出来，所以说一般要放隔天。那我像今天采的话，宅配到隔天刚好到交到客户手上，他吃的话刚好是品质最好的时机。我是常跟客户讲，你只要找对人，你觉得这个农夫生产的品质符合你的要求，你就是支持他而已。其实价格的话，我倒觉得还其次，因为人家讲一分钱一分货，我们自产自销的东西，我大概每年就是维持固定的价钱，我们不会跟着市场高我就涨很高，然后跌了我也跟着卖很便宜，我们就是很稳定这样子。那吃我的长期我的那些老客户他就知道，反正我要跟你买凤梨就是多少钱一箱多少钱一箱，我也不用常常去问说今年卖多少明年你卖多少，对不对？反正自己的东西那产销，其实务农就跟做生意一样，你自己产销要去做个平衡。假如说你种一大堆你卖不出去的话，你也烦恼啊，因为能吃的东西凤梨水果的东西都一样，它成熟的话它不等人，它就一直成熟一直成熟。这次采收也都是以黄果为主哈。对，然后你像今天我采的就有稍微绿一点，因为就是为了应付我所谓讲的客制化，就是说，因为还是有一些客人喜欢绿一点的，就是在初一十五他拜拜的时候，他不喜欢，因为绿绿的，有的人认为绿绿的，然后凤梨那个叶子越长越大越漂亮，像这个有没有长长的，很漂亮，就代表越旺的意思啊。
常讲，老天也不给你的哦，你怎么抢都抢不来。尤其是气候的关系嘛，哦，那这是不可抗拒的。我们就是安分守己，就这样子做傻傻的做嘛。我相信你只要把你的农产品控，把你的品质提高的话，我相信你的客户吃的一定都会回单啦、啊。像我很多客户买了之后送给人家，然后常常会打电话给我说，哦，你的凤梨哦，我送到人家会跟我要。那我常就跟他讲一句话说，人啊，把咱鹅肉咱的看送，没有哦。哎，农夫就是这样子，当俄罗斯也难得看送嘛，吼，对不？